们发现了我们 SM 妓女团视频号，然后呢就发到了家庭群里，然后我舅舅就留言了，林佳慧，你舅舅觉得你很棒，大舅说一下，一定要说林悠悠，你很棒。师姐吧，然后她也是，她现在也在做女团，然后呢，她就给我说，她把我们九天揽月的视频发到了他们女团的群里面，然后他们女团的人看了我们的视频就说，哇，好奇，怎么可以跳这么奇？说我们排了五天呢，排了五天呢，师姐就说，啊，才五天，才五天能跳这么奇，小骄傲了，就是小傻子。就换了一边，转完左边转右边，两边不行就换一把琴。人生巅峰谁懂，刚才上我位置的就是我 nomination 来跳的是我的位置，跟我一样妖人，满满都是幸福，不要满满都是一颗头陷在幸福里。对，我明天再拍，明天拍不满100张一人，明天全装再不出门。又是 Mickey Mouse 的一天，那今天咱们就不用头发 Mickey Mouse， 用蝴蝶结 Mickey Mouse。Hello， 我们到现场了，今天的落日特别的美，所以我们就去一个拍个 photo。你要拍吗？好看了吗？我拍了，我拍了。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睫毛很好看？我没听老师，没有。女团是假睫毛贴法。就用了经纪人的手机，等一下经纪人手机打开全是我们的照片。他不会把我们好多照片都删了，然后把丑的全给我们开了？经纪人风评被翻，我们复版，好好看，是女版。这两个，哇，他手机拍上好好看啊！好看吧，超级好看，你看是好看。轮船，抢走，抢走，你横着拍。哦，它会变的是吧？咱们就是说，现在咱们就是说9:30了，咱们就说今天能不能在12点之前结束？你说，我觉得咱们一定要12点结束。我觉得难，我觉得难，就是你的生日就会在舞台上度过。希望马娇的生日可以在一个工作结束之后度过。对，不想过，年纪大不想过生日。哎呀，大家都开心，生日快乐，马娇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平行？11岁了，许愿许愿。对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平行？没了。OK， 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安坐好，谢谢。